闹得差不多了吧？是为妖狐，急什么？我还没出手呢。闭月舞，你那副老神在在的样子，真是令人不喜。本懒得与你动手，但如此耽误下去，怕是误了使命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明明比你们谁都，为什么轻轻见多多？我靠！岩石之术，云天跳崖。 区区狂徒还不服众？<笑>服众？做梦！啊！妖术神技，别动！不是，不好，别动！我们又见面了。虽然赢了除了妖狐，但不能沾沾自喜哦。吸血路上一刻也不能松懈，所以现在我需要接引更多的眼灵。 吃的吗？我饿了。点击此处，可养成你所接引的眼灵，让它们变得更强。 积累了不少见闻变数，解锁见闻就可以提升眼灵的战斗属性。可有受伤？上前位置，我是不想。闭月舞已带着进去救人，不必，一起候着，我带着进去即可。 百炼，提前出法，细节清晰，一曲倾城，相如祸心。 能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附加许多异常状态。盟友，快将紫精灵也装备到编队上吧！将紫精灵装备在守卫，自动释放。哼，你这区区小兵，能得青天剑手下如此器重，不就是因着灵界之故？哼。
水先生与你何干？废话少说，反正我现在只要林剑，我从不做回头之事，交出来。龙月云晶，凭证虚行。飞三道飞三道，忍者心动。天时之术，提前出法，吸天清净。龙月云晶，凭证虚行，千锤百炼。取倾城，追魂活魄。这灵剑竟如此强大，发生何事？是伪，抓住他！是伪，你既已出使擎天剑，缘何犯下如此恶行？当初我进擎天剑，信了你们所谓的一视同仁，可擎天剑言行不一，忌惮万灵，这随便给个职位打发，所以你便如今日这般伤人。那看来我们的忧虑也并非无理。此次随行无意万灵，你们敢说不是对万灵心存芥蒂？我看擎天剑表面为救苍生，实际也不过是想独占灵剑。冥顽不灵，以己夺人，看来擎天剑多年任职，也未改你妖道本质。拿下！既是为自身族类谋利，你们又有何动手？拿下！是。数罪并罚，囚于狱中，不得自由。飞空顶不知还能否启动？先前已差人去检查所有情况，这家伙实力不强，造成的麻烦之不小。去问问。还没修好，时间紧急，急需出发。天空棘手，飞空顶坠落时遭受剧烈震荡，似乎摔到了灵眼能源发生器。这，此处条件有限，一时无法断言。如此，既然眼下飞空顶无法启动，那只得暂且步行了。不远处即五行山地界，此处设有擎天剑的灵阁驿站，我先发现，去命人支援。事有蹊跷，驿站不远，往日皆有巡视驻守，不该取事不见回信。那可不得了，我们先去往五行山，是何情况，一看便知。擅闯五行山，你们可是驻守巡视？我是擎天剑郭瑾，方才与灵哥传信，为何不见回信？何人擅闯五行山？张扬，边石之术，无状之符，余音绕梁，相烛祸心。谢谢观看。简一，小逆，开设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